就新装备改版之后，就相当于，就相当于没无尽的那种那个高伤害了，知道吧？你这英雄本身就需要伤害去叠加的。女警有位移，她可以舍去狂风，直接无尽，对吧？第一件无尽。啊！哦哟，我操！曲线救国！哎呦，这 W 我都感觉他 W 空了，没想到有这一手啊！牛逼！现在就只剩我们了。现在只能在下路挂机。那狂风，如果狂风不那个的话，就快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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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挖掘机可能来了。也不是女警开脸，这女警的话还好，女警感觉下个版本也不会说。好消息，他们三大交闪出不，如我跟你们讲，如果出不了狂风，那二幺六四就只能舍弃这个位移。我被弄掉了，得赶快找个机会回一波。辅助点火刷了，哎，这个太吓人了，他这个挖机的 gank 能力前面还是太强了。不敢打呀，但我需要回一波枪。哎，说他这样子挖机都没来，说明不在下。在漏了，在上。没有吧？哦，在测试服好像，应该在那个测试服应该是改的。我听有人说是改的，但好像没有。那我去韩服偷个毛啊？偷啥呢？妈的，兵线你跟我打，你想什么？对啊，兵线你跟我打，很奇怪哦。没兵线我怕你，有兵线你怕我呀？我操，我的头啊！啊，还有这种事情？随手丢个大招，还吃了个头。我要推吗？我其实不想推这波线，他在戳，他在推兵线，我在思考要不要推这个线，就是没。无尽盾弓收集者，无
尽盾弓收集者，我感觉你出了无尽之后就不用做收集者了。收集者这个装备哦，你们说下个版本收集者是加强了，但是我个人还觉得自信一点，先 Q 再 E， 带一下 S， 自信一点就行了。这就是，这只是纯自信。哎，不好意思。操！就纯可以出纯攻击力，因为你能通过你的狂风去找机会，知道吧？能通过你的狂风去找机会。我操，他这个挺流畅的呀。有 Q 复议啊？为什么还有人反正 W 呢？还有人在我直播间是教别人是不 W， 小丑，小丑，哎，这回来了有说法吗？我也在赶。还好，人了不是不？我肯定觉得能打呀，我装备这么好，那我不死，我肯定觉得能打。我跳这消耗咋个咋整啊，招不住啊。撞墙了，
咋他还没刷掉吗？躲不掉的呀，你毛毛雨啦，OK， 行，拿下了，算是。这辅助点个赞吧，辅助玩的挺好的，这把辅助完全称得上打得非常好辅助，对吧？